大家继续入座。若凡，你可以借我钱吗？啊，为什么你又要借钱了？我记得你上个月月底才跟我借过哎。没办法啊，我这个月为了买妈妈母亲节礼物，都快没有钱可以吃饭了。啊，你送你妈妈什么母亲节礼物啊？哦，还是一曲。啊？这根本是你想要玩的吧？你不会想要去卖大头菜吧？不是不是，我其实想去游戏里面买一朵康乃馨送给我妈啦。你不会连在游戏里面都要当月光族吧？欸，月光族，月光，让我欢迎谭汉哲带来的月光。接下来我要带来的是德布西的月光。那今天很高兴能站在这边，这可能是我接下来短时间内最后一次像这样站在台上演出了。那其实说实话，并不是每次演出都很成功。那这几年间也有给自己设定过一些小小目标，有时候可以达成这些目标，但是有时候也有没办法达成的状况。在这种没办法达成的时候，都会对自己有一点的失望，对，会变得有一点点不太喜欢自己。但是当我遇到这种时候，我都有机会透过弹琴来找回一些当初的快乐和喜悦。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音乐来获得一些快乐，或是成就，或是来认识更多的人。那希望大家能享受接下来的各位的表演，谢谢。